喜欢吗？嗯，二飞，你要把这尾巴给我蹭断了，我就打你啊！伟哥拆快递，生活甜蜜蜜。今天伟哥拆箱的是由 Hex 出品《火影忍者疾风传》系列雕像《波风水门大战九尾》，这应该是伟哥家里最大最重的雕像了，140多斤，这还是伟哥和保安一起从快递驿站扛回来的。这款高有60多厘米，宽有80。梅树瓦能顺片的摆放和裂痕纹理都有做处理，并且拼装以后也很牢固。赤代木的动作造型极具张力，飘扬的一角动态感很好。波风水门提供了两个头吊，伟哥比较心水的是黑线版，感觉更适合战斗场景。第一次在 WF 上见到，时隔两年也终于入柜了，感觉这款当镇宅神器还是不错的。九尾实在是太霸气了。最后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哈，安装的时候如果是妹，建议还是找个雷同志一起。真的，伟哥一个人装快累死了，而且我还手滑不小心把尾巴给摔断了，所以铁子们一定要带着好基友一起拼。我觉得这个雕像至少要两个人起拼，不过组装的体验还是非常的丝滑，只要按照说明书的顺序一个一个来，就相当的 easy 了。中途伟哥还制作说明没有按说明书组装，然后最后就寄了。反正这款轴尾呢，如果家里面有空间的话，还是挺推荐大家吃线入手的。现在海鲜价还挺香的。这款波风水门大战轴尾，大家打几分呢？还想看什么？记得在屏幕弹幕区告诉伟哥哦。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